那个各位同学好，大家早安哈，欢迎你们来参加今天的比赛。那我们今天哈，比赛的顺序是从六年级开始。好，首先是从六年级的一号开始，六年级在准备区这边准备，那个老师会喊好名字，然后你在准备区准备。上台以后，这个从这边上台，然后从这边下，这个念完之后，两分钟铃响，两分钟铃响，听到铃声没？啊，两分钟铃响，就立刻外龙头告家无忌，刚下打给，然后就从这边下去。然后这个稿子怎么办呢？到后面交给敏慧老师，穿绿色衣服那位敏慧老师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不用再从这边回来就把它放回去，不必。好，下来以后从后面交给敏慧老师，还有千万不要在评审前面走动。其他同学在上面在讲的时候呢，在念的时候呢，啊，小朋友在下面绝对保持安静，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，好好的观摩学习，好，不要影响别人。有听到的举手。哇哦，我只说举手，我没有讲，我没有说讲话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比赛马上开始，来一号。吴湘琪哈，二号房淑丽请准备。三号是吴文君，来这边三个位置请准备。一号请上台。各位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号。我今日要朗读的题目是菜瓜皮仔坎。菜瓜皮仔坎，王家湾。阿爸最爱烫饭菜，在那热到让人用过冻不掉的辣椒粉，菜瓜皮仔坎，阿爸有放一条水饺做来提伊，因爹爹泡一锅茶米茶，加一支粉，加收音机，我伫咧耳旁边，听伊上佮意的歌戏，哪听咱对咧唱。阿爸有话啊，请你予让人的膝头拢做保管啊！即几冬来的热人，大家热翕翕的下晡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尼过的。工厂的工课若无吃寡，我常常会摕细块椅头啊，坐踮阿爸的身躯边，予伊吸空气，透白烟。听伊讲少年的时，青年的过去，自我办代志了后，阿爸予我的感觉是一个阿三哩讲义气的刁钻人。伫庄仔内，阿爸不但是上老辈的船长，阁是中台结婚的中间者。听阿爸家己咧讲，较早若是伊在厝内选船长。规庄来的人，无人敢限伊见，会使讲是早著名的。一直我今仔日的龙头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二号请上台，三号请准备。
到你会的。上台，四号请准备。各位老师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三号，我今仔日要讲讨的题目是菜瓜白仔卡。菜瓜白仔卡，王雕丸，阿爸上爱啃爆皮，伊起那甲互人上尾冻袂了的老天，菜瓜白仔卡。阿爸有放一条鳖做的皮椅，伊常常泡一股茶米茶，甲伊结婚，甲收音机关伫咧耳旁边，听伊上佳的歌曲，哪听哪做咧唱。阿爸误会啊，田里粗重的枝头拢做无好啦，这几冬来热啦，家己热嘻嘻的下晡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尼过，工手的艰苦都无吃看。我常常会摕细块芋头仔做了头发的小米米，可以素皮去，涂白的，可以无少年时穿来过去。伊话我带钱了哦，阿爸好爱感觉是一个学生里讲伊是表面人。伊今日来，阿爸带钱头了过去，就不是将个将个纠纷的中间者。甲阿爸家己来讲，较早那是因为出来宣传的。规组仔内个人，无人甲予伊拼，而且都是放物件个，伊只个拿到外钱，身体袂堪呐。阿爸菜无甲，予人伫选军场拼输赢。不过组仔内，那是拄着啥物超市好势，那是讲爱请阿爸出面来笑，大家拢学了阿爸，亲像是古早个老丈人。正是演讲有名声，演讲有出名，就是予我很受宠的，也是阿爸一世人上家己头摆的一层代志。我来拢好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四号请上台，五年级一号请准备。是看菜瓜白仔卡，菜瓜白仔卡，王雕丸，阿爸上爱烫白体，伫起热甲，予人强买冻袂调的腊月天。菜瓜白仔卡，阿爸有放一条鼎做的提议，伊常常泡一股茶米茶，加一滴粉，加收音机满伫咧耳旁边，听伊上喜欢的歌曲。哪听哪对咧唱，阿爸误会啊！田里粗重的石头拢做无化，只几冬来的热人，大家热嘻嘻的下晡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尼过。工厂的工课若无真赶，我常常会摕细块芋头仔，坐踮阿爸的身躯边，看伊吸空气、吐白烟，听伊讲少年的时轻盈的过去。自我办代志了后，阿爸予我的感觉是一个阿三里讲义气的调皮人。伫庄仔内，阿爸毋但是上老辈的传长，阁是重大救军的中间者。听阿爸家己咧讲，较早若是伊要出来选船长，为庄仔内的人无人敢喊伊名，会使讲是霸面名的。
一直到六冬月前，身体袂堪治，阿爸才无搁甲人伫选机场拼输赢。不过从仔来，若有拄着啥物悄悄袂好势的大代志，嘛是拢定爱请阿爸出面来瞧。大家拢学了阿爸，亲像是古早拢上联，真正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这是予我感受上济，嘛是阿爸一世人上家己后摆的一种代志。我今仔日的拢互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五年级一号请上台，二号请准备。各位评委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号。我今日要朗读的题目是《赛龟白鸭卡》。赛龟白鸭卡，王家湾，爸爸上爱的放假地。石头拢做无化，这几冬来的热人，大家热嘻嘻的下晡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尼过。工手的工课嘛无食惯，我常常会提细块椅头啊，坐了阿爸的身躯边，看伊吸空气，透地烟。听伊讲，少年的时常常过去，自我放大成了阿爸给我的感觉，是一个阿三弟讲义气的调皮人。伫庄仔内，阿爸毋但是上老辈的船长，阁是重大纠纷的中间者。听
听阿爸家己咧讲。较早我伫厝内选产品，我会拢好到这为止，感谢大家。三号请上台，四号请准备。各位听话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是第三号，我今仔日要朗读题目是《菜瓜白仔卡》。菜瓜白仔卡，王朝元，阿爸上爱啃百货。弟弟偌佮意，表弟人会闹话天，菜粿白仔脚，阿爸有看一条，是用做的鞋子，伊常常泡一锅茶米茶，加一支粉，加生米，甚至是香米，加伊上佮意的大鱼，那天呾。阿爸有回啊，伊当个大人，伊去偌稀稀的下晡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尼过的。但是个，我常常低头啊。四空气，吐白话，甲伊讲少年的的过去。自我了解了后，阿爸我的是一个阿萨里讲，伊是个刁地人，伫床仔内阿爸毋但是两万八的船长，阁是。公家求好的人来者，听阿爸讲伊在讲，我是伊出来的船长，讲一点嘛。我会朗读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四号请上台，四年级一号请准备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五号请准备。
五号请上台，四年级一号请准备。各位评考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是第五号，我今仔日要朗读的题目是《菜瓜皮仔卡》。菜瓜皮仔卡，乌条团，阿爸上爱跳北侧。有去热卡互人用咧冻袂条的热热天，菜瓜皮仔卡，阿爸有藏一条在咱厝的皮椅，伊常常泡一个茶米茶，加一支烟，加收音机，我伫咧池塘边，听伊上爱的歌戏，哪听哪做咧唱。阿爸有话啊，柴米油盐的石头拢做无烦。这几冬来的热人，大家热，迄日的下晡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奈过的。动手的功课也无吃苦，我会常常摕细块芋头啊，就点阿爸的身躯边，看伊吸空气、吐地烟，听伊讲少年时车也困去。自我发脾气了后，阿爸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阿三哩，够面子的条件啊。伊做阿妈，阿爸也是上老大的船长，阁是上当结婚的摇篮者。听阿爸家己咧讲，较早若是伊要出来选船长，规船仔来人，无人敢通伊变，会使讲是百二名的。一直到六冬外前，身体袂堪哩，阿爸才无顾甲人伫选举场竞输赢。如果船仔来，若是有拄到啥物超市袂好势大代志，若是我爱请阿伯出面来唱哦。大家拢学了阿伯，亲像古早的老状元，真正是顶杠有钱，下杠有钱。我今仔日拢从到遮为止，多谢大家。一号请上台，二号请准备。各位老师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号。我今日拢学的题目是《菜瓜皮仔卡》。菜瓜皮仔卡，王朝元，阿爸上爱放北侧，伊去外口，互人用咧冻袂条的热面天。菜瓜皮仔卡，阿爸有放一张三十度的茶椅，伊常常泡一锅茶米茶，加一支烟，刚上机，我伫咧伫旁边。甲伊上喜欢的歌戏，哪听哪在咧唱。阿爸有话啊，家己厝东的枝头拢做大大。就是咱来的华人，大家偌喜的下晡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尼过。艰辛的艰苦路无停过，我常常许许细细，枝头我抓阿爸的身躯边，看伊吸空气，吐白烟，甲伊讲少年时车也会过去。我办代志了后，阿爸有我的感觉是一个阿三哩，讲伊是个条件。从此来，阿爸毋但是上老辈的船长，都是上大中辈公公。遐阿爸甲伊咧讲，较早拢是伊个船长，无人管伊物件，就是讲是百二名的，伊是当六等万年。从此来，阿爸从此来。二号请上台，三号请准备。
车，把一支棍，把收音机挂伫咧耳旁边，家己上喜欢的歌戏，那声那对的唱。阿爸有话啊，田里初冬的石头，我做无完。这几天的下落啊，大家落雨的下午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尼过，感觉有会讲苦难无习惯，我常常会坐咧椅头啊，是阿爸的视频，看伊煮方便，我袂闲，听伊讲少年时吃人的过敏。有我反弹资料啊，阿爸，煮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三日讲的事情的对。不过，伫阵啊，来阿爸唔但是我袂查到，我是中港救援的学者，听阿爸阿爸咧讲，较早嘛是伫在厝内耍查到，一直去，伫中港来人工工作，会使讲是百名个，一直到六点外钟，身体袂堪持，阿爸才无到伫送去场拼过，到阵啊来，然后。什么抢救？有条抢抢救队好势个啥物事？嘛拢爱找阿爸出面来瞧，大家拢学了阿爸，亲像古代个老上辈，真正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最好爱下港就上侪，也是阿爸一世人一个后摆个一件代志，快拢学到遮为止，多谢大家。三号请上台，四号请准备。各位评判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三号，我今仔日要朗读的题目是《菜瓜白仔卡》。菜瓜白仔卡，王家湾，阿爸上爱烫白菜，一副老瓜，予人用袂冻袂掉的人。菜瓜白仔卡。阿爸有放一条顶下做的体椅，伊常常泡一锅茶米茶，加一支烟，加收音机，我伫个耳旁边，听伊上喜欢的歌戏，哪听哪袂咧唱。阿爸有话啊，田里初冬的石头拢做袂滑，拢做袂滑。一季冬来的热人，大家热嘻嘻的下晡，伊差不多拢是安尼过。工厂的工课若无吃饭，我常常会摕湿的椅头啊，坐伫阿爸的身躯边，看伊吸空气、吐白烟，听伊讲少年时吃硬的过去，自我捌代志了。阿爸予我的感觉是一种阿三里讲义气的查甫人。伫庄仔内，阿爸毋但是上路过船长，阁是上大救婚的重担者。听阿爸家己咧讲，较早若是伊要出来宣传场，规庄头的人无人敢甲伊名，会使讲是百名赢的。一直到六点外钟，身体袂堪一，阿爸则无甲人伫选举场拼输赢。不过庄仔内，若是有啥物超切袂好势的大代志，嘛是拢着爱请阿爸出面来瞧，大家拢学了阿爸。真像是古早的老中人，真正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这是予我感受上多，也是阿爸一世人上值得效法的一番大事。我的朗读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。四号请上台。袂条的楼梯，菜瓜饼仔卡，阿爸有放一条纸仔做的提议，
各位小朋友，我们今天的比赛到这边哈。那我们现在以热烈掌声哈，欢迎我们的秀兰老师为各位做讲评。老师要先讲歹势，啥物？因为我感觉恁练习的时间太久了，我感觉练了真个足侪拢唔对起。你看，老师画到呢，老错的有唔对的，老师拢有讲哦。我大约我讲一个，第一个，拢错。你要比赛，袂使戴口罩啦。哪有人比赛还在戴口罩的？这拢袂使哩，真正比赛袂使戴口罩，对不对？像演员同款呐，有人讲去你演戏的时感冒啊，伊要是我感冒啊，所以我无得演，袂使。所以一定要克服这个问题，那当然，因为咱家空气无盖好，可能你们是好意啦，哈，给传染了我老师啦，哈。那这是上重要，仪态很重要。你的服装仪容虽然涨分，可是不止十分，哈。有没有人刻意打扮的？有啊，哎，不错不错，哈，北拜。上台一定爱，就老师的习惯，一定要穿套装，一定袂使穿短裤，哈。那老师，评审老师也很问这个建议啦，哈，所以因为你拢穿这吼，所以就没有关系，哈，这个服装仪容嘛是重要的，好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你的语气、你的语调跟你的自信、自信拢是有关系哈。那当然很多人口气就这样讲唔得去，比如讲，乱啦，你拢乱啦。我这个真的，十个内底有六个、七个拢讲乱人，乱人。你有这个乱人，对，乱哈，乱人就是很热的那种天气啦，哈，就乱哈，翕乱干。啊，这个都几个音拢真的是，第一个做的提议，对人笑，膝头无法啦，空课坐点吐白烟。主我捌代志了后，你看老辈，好，有人讲老辈，也有人说这，所以这些很多人都唔对。好，来第一个老师快点朗读 long talk， 可以站在台上不讲话的，应该是演讲背未起来，唔再讲不讲话，不讲话对不对？那有人讲 long talk， 讲未出来，老师真的是第一次听快点。我等下去上。要掩饰嘛，要掩饰过去嘛。比如说我这句，比如说阿爸上爱吐白体，地翕落架，地翕落架，这个都不行，不能重复。好，去比赛的时阵，这个小细节都要注意了。那有人讲徛伫遐，地翕落架，啊，就奇怪，讲袂出来，这都是真的，不要想着你的。只要有这个现象，都不要想得名，甘愿从缺都不能得名，因为这个我准备没有准备，没有准备好你就上台，这是不对的，唔对的，对吧？好，所以可是五贵人老师刚拍北拜，还是要赞美一下啊。六年就别讲了啦，因为六年哈靠经验，可是有人哈念了上紧，会记。long talk 不是在两侧，它是要表达感情、殷勤、音色。你的声音，像你，我为什么很喜欢听收音机？因为你无看到人，你敢听伊的声，你就会使感受到伊的感觉、感情。因为表达的是什么？表达的是什么？安尼知无？所以你们参加朗读的同学，比赛以前要去听收音机。他是有感情的，有感情的，不是讲阿爸想来听半天，第翕到讲，后来又袂动袂到，人袂听，你的感受是啥？没有感情。好，会记得哦，阿爸想爱听半天，翕到讲，后来又袂动。
讲袂掉的人袂听。哦，你会去结婚会以前，国语人就是安尼，会去结婚会就会通得奖的啦，安怎吼？好，那会使赞美一下吼，狗年不错。这个二号声调、声音都很好，啊、哦。还有五号也不错，啊、哦。那唔好想细声，其实有两个都念得很好，啊，不过伊想细声扣分，基本分数扣掉了。安怎哦？这就是要比赛的原则。噶四年，哎，也不错哦，蛮贵也袂歹，啊、哦，尤其那个女生，对，啊、哦，足大声，一定爱足大声。啊，实际，哦，要，啊、哦，时间可以讲 OK 了是吗？啊、哦，好好好，那好，老师就打开。啊，你讲哈，那六年级当然有经验，也不错哈。好，来，再下大家掌声，谢谢秀兰。